其实做这个饵料很少有人去开粗饵料，但是你开的拿饵也可以做粗饵，开的粗饵不一定能够做成拿饵，只是说一个加水的次序啊。我来跟大家开拿饵，这是一个虾拉的生鲜的这个饵料啊，来把洗一下。这是虾拉的拌饵啊，虾拉的拌饵，后面都有使用方法，非常简单的啊，非常简单的。这一包是80克啊，80克，倒的盆子里是200毫升啊，倒的盆子里是200毫升泡，这180毫升啊，180毫升拌饵，好，我们加满满的。来，满满的一杯水，啊，满满一杯水是200毫升的，啊，倒进去，简单不？哎呦，这个味道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这个粉状饵料里面有南极虾粉，啊，有昆虫蛋白，就是做小菜的昆虫蛋白都有啊。就开成了面团状，来，开成面团状啊，开成面团状。好，另外我们再来开这筐饵料里面的灵魂啊，虾拉的生鲜包。好，大家看到了啊，打开，你看一揉就 OK 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现在如果你感觉到有点干，你就加点水进去啊。随便揉啊，别的饵料能不能揉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们的饵料你可以随便揉啊。来，拿个钩给我，好，看着啊，漂亮不？来，漂亮不？